变成白眉毛，三加三变成白胡子，四加四变成红帽子，五加五变成雪花飘，叮叮当当礼物到。小朋友或者是现场的大家，有没有觉得一加一有红鼻子啊，二有白眉毛啊，三有白胡子，四有红帽子，最后还会送礼物，你们觉得这像谁啊？没错，所以啊，魔法手指摇会变成圣诞老公公哦。那么我们大家一起跟着做一次好不好？我们双手放背后哦，我们啊要来做一个完美的 ending 咯。要伸出双手的时候，请要，对，没错，有人知道哦。